所以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信件然后不去理会，这正是诈骗犯所希望的，不要浪费他宝贵的时间。不过在书中有建议一种做法，假装回复诈骗信件，但一定不要汇钱。那么越来越多的诈骗犯就会发现，互动后的平均报酬率越来越低，继续诈骗的诱因就会越来越少。这或许听起来很违反直觉，一眼就认出的荒唐诈骗信件就是骗子认为的成功诈骗手法。而要减少诈骗，反而不是不理诈骗，是要假装被骗。近年来社会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许多我们以为不可能上当的骗局却屡屡成功，这之中又牵扯了哪些人性的弱点和陷阱呢？而作为勤勤恳恳生活的我们又该如何避免呢？大家好，我是清茶，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叫做《为什么我们会被骗》。说实在的，书名有点不是很吉利啦，我觉得应该取个你骗不到我。本书由丹尼尔和克里斯两位心理学家所著，心理学上最著名的实验之一看不见的大猩猩就是出自两位心理学家之手。两人合著的《为什么你没看见大猩猩》也是畅销书之一，是探讨人类的注意力有限，甚至很容易忽略明显的事物。而本书所要谈论的，也就是本书中所列举的大量诈骗案例，并且从中分析许多受害者的心理。我看到最后面才发现，为什么越是聪明的人越容易被骗，原来不无道理。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分享书中介绍的四个可能受骗的心理习惯和四个诱骗的陷阱，而这八大要点都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仅用来避免被诈，还可以用来检视自身的消费行为。好，首先给大家看一部短片，大家也跟着影片中的叙述来思考。Count how many times the players wearing white pass the basketball. How many passes did you count? The correct answer is 15 passes. But did you see the gorilla? I don't know if you've noticed the big猩猩in the video.我在影片中开场提示的这么明显，我猜不少人应该马上就发现这只猩猩了。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部短片，一样是跟着影片做思想上的操作。Count how many times the players wearing white pass the ball. The correct answer is 16 passes. Did you spot the gorilla? For people who haven't seen or heard about a video like this before, about half miss the gorilla. If you knew about the gorilla, you probably saw it, but did you notice the curtain changing color or the player on the black team leaving the game? Let's rewind and watch it again.Here comes the gorilla, and there goes a player, and the curtain is changing from red to gold. This is 不知道有没有人顺利发现布幕和黑衣队元素的改变。其实这两部影片就好比诈骗手法的演化，都针对专注这个心理习惯而设计的状况。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过专注，反倒忽略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前阵子在网络上经常有一些人形机器人表演惊人特技的影片。每看一步都会去思考，人力难道就变得不值钱吗？这样过于专注的思考下，就不会去想到这些机器人在陌生的障碍场地是否还能完成这些特技呢？至少这些示范影片没有提供这样的证据。另外，在二战中改良轰炸机的过程也是专注力过多的案例。当时从英国起飞到德国执行任务的轰炸机当中，折损率相当之高，让军事人员决定从返回的轰炸机当中去研究如何改良飞机。
原本最直接的方法就直接加强战机受损严重的机身和机翼，但这么做的状况可能更糟，只会增加机身的重量。经过这些专家的讨论才发现，他们忽略了把毁损无法返回的轰炸机考虑在内，那些被击中发动机的战机无法返回，才导致更脆弱的部分根本无法反映出来。由此大家就可以知道，过多的专注力可能导致忽略一些重要的事实。由上述的案例当中，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等一下要说的一句话有什么样的瑕疵。一位著名的 podcast 主持人说了一句话，我认识很多后悔打疫苗的人，我不认识半个后悔没打疫苗的人。至于是什么瑕疵，相信观众都懂，我就不说了。另外，过往也有一种说法，一些企业巨头的创办人都是大学辍学创业致富的例子。在一次研究当中，研究人员请问实验对象，到底是大学毕业生创办的公司可以达到企业巨头的地位，还是大学辍学生才办得到？这群实验对象在回答问题之前，都会只读一份大学毕业生或辍学生所创办的真实存在的五家企业名单，或完全没有任何名单。实验结果表示，看过大学辍学生的企业名单的人当中，有 68% 认为大学辍学生创办的企业更能成为企业巨头，而看过大学企业毕业名单的人，只有 13% 的人认为大学辍学生的企业更能成为企业巨头。结论就是，一个人去思考自己没有看见的资讯是多么的重要，也许就会做出不同的判断。我们大多数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别人操纵我们去注意不该注意的事物，因为人本来就会专注眼前，不会去烦恼不在眼前的事物。想要克服这样的心理习惯，我们可以经常问自己还少了什么。我们大都会依据自身的经验预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一旦符合预测就通常不会质疑。还记得刚才那部让你忽略布幕还有黑队人数的影片吗？正是利用了你的预期。2004年美国 CBS 新闻台为一则不实的报道公开致歉，该报道指称美国总统小布希在空军服役期间刻意逃避体能训练，长官迫于压力帮他捏造好成绩。报道的资料来自一名退役空军官兵所提供的备忘录，而且以往的小布希还曾经有酗酒和吸毒的事迹，所以知道这段历史的记者自然就会觉得小布希逃避军中的职责很正常，而且当时又还有老布希的人脉可以帮自己脱罪，所以 CBS 的记者并没有针对备忘录做查证，甚至那名退役空军官兵经常发表反小布希的言论也都被忽略。结果报道一出，遭受各界人士的批评，并质疑备忘录的真实性。事件越演越烈，最终电视台相关人员惨遭开除，事件才落幕。骗子与模仿者也是用同样的原理在欺骗我们。想要获得信任，就要做符合他人预期的事，比如刻意将产品塑造成我们想要且符合我们预期的样子。就连同样是科学家，也会落入预期心理的陷阱。一名获奖的荷兰心理学家斯塔佩尔，善于研究周遭环境对人思考与行动的影响。例如，他实验过一个人仅仅只是走在肮脏的火车站或街道，就会有更多种族歧视的想法；或者拿着一杯热咖啡，就会显得更为亲切，闻到可疑的气味，更会怀疑别人。多年来，他身边的学生、合作对象、同事，都因为预期心理，并没有怀疑论文的真实性，最终却是在其他人做一样的实验，却得不到一样的结果下被揭穿。他那多达58篇的论文全部被科学期刊撤回。那么，该如何预防预期心理作祟呢？就是将你的预期反过来。CBS 记者如果看到退役官兵提供的文件，认为小布希不会逃避应尽的责任，也许就有可能质疑备忘录的来源。所以说，如果以这种方式去检验先前想法的证据和论点，就会发现这些证据和论点往往站不住脚。人如果相信一种假设或信念，那么以后就很少再想想了。但如果要能察觉，进而避开骗局，就必须愿意了解，然后质疑自己的信念，因为信念会在不知不觉中误导人。相信许多人听过曼德拉效应。曼德拉是南非的总统，他在2009年还活着的时候，世界各地就有很多人宣称在他们记忆当中曼德拉早就去世了，甚至还宣称他们在电视上看过曼德拉的丧礼。这件事最终引发很多人记忆被篡改的阴谋论，这就是著名的曼德拉效应。看似连贯的记忆，却可能是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多段经验混杂而成，即使记忆有缺口也会自行脑补。事实上，整个1980年代南非发生了多起反种族隔离的暴动，曼德拉的同胞史蒂芬在1977年遭受警察的拘留，在狱中去世。如果你在1990年代很少关注南非，就可能将这几项事实合并成一种信念，误以为最知名的南非黑人领袖一定在狱中去世，而且你是在电视新闻当中看到他的死讯。但在1980年代的人要吸收新闻，大多还是看电视。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的人相信自己的记忆不会有错，而这份记忆就代表合理的想法，因此有时候就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的信念也非常危险。2005年有一场实验，研究人员给120位实验对象观看两个人的纸本照片，并且请他们指出哪一张比较好看，接着会再询问实验对象解释选择的原因。有些原因会像是眼睛好看啊，我喜欢中法等等的。
实验进行几次之后，研究人员略施小计，将实验对象不喜欢的照片交给他们。结果有四分之三的实验对象没有发现照片被更换，还解释为何觉得他们不喜欢的这张照片更好看。这样的研究证明了人自认为理性有凭有据的信念很容易被操弄。这就如同魔术师会让观众接连做出几项假设，去引导观众思考关于魔术几种可能的手法，然后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又接连推翻观众的假设。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信念很容易被拿来操弄，比如自然产品比人工产品好，但未经加热消毒的牛奶或是未经处理的泉水就可能对人体有害。又或者听听看这句，主管机关不允许诈骗发生，但像是一些交易执法机构并不是正在巡逻的远景，不会时时刻刻盯着他们负责督导的单位，只能说受到管制的金融商品和药品至少比未受管制好，但并非完全没有风险。那么又该如何避免信念过于强大而导致可能的受骗问题呢？必须先问自己，我的假设是什么？想要有条理的分析自身的决策是否站得住脚，唯一的办法就是厘清自己与当前决策相关的信念，暂且对这些信念抱持保留的态度。做决定时，我们通常会尽量简化过程，寻求效率，但也可能迎来受骗的风险。首先，让我们聊聊什么是隐蔽属性。过去印表机其实很昂贵，但是现在却是每几千块就可以有一台。不过算上碳粉或是墨水的成本就不一定划算。长期墨水和碳粉的成本就是隐蔽属性。有时候讲求效率就会忽略隐蔽属性。有一种竞拍网站，公司的广告影片宣称可以用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非常昂贵的商品，比如大约可以用23美元买到一台 iPad， 或约7美元可以买到一台三星电视。拍卖率以零元起标，每次的出价商品的拍卖价就会增加一美分，也同时会收取固定20美分的出价费。无论最终是否得标，你付出的这20美分就不会归还。也就是说，一台 iPad 以23美元售出，竞拍公司就会获得2300笔出价费，换算下来就是462美元。这似乎听起来不是一种理性的拍卖行为，因为有可能你为了想拿回失去的出价费就持续的出价，而这些沉没的成本就是拍卖网站的隐蔽获利。另外，追求效率可能会把答非所问当成真正的答案。政治人物就是答非所问的高手。以下的话语就是有可能被当成真正答案的答非所问。我们进行了实质审查，大多数的领域没有规定多少审查才算是实质审查，所以没有具体的定义。如果听到这样的回答，就要追问对方到底何来的凭据。已经经过验证，说这句话的人多半不清楚验证的定义是什么，而这些人所谓的验证往往只是使用过的意思，甚至连使用验证的方式都不一致。我们应该要追问经过验证的证明在哪里。原件已遗失，作者研究许多诈骗案，证据常常碰巧离奇消失。我们接受别人遗失资料或记录有误的借口之前，应该先问自己为什么会去相信保管不好档案的人会说真话。我们有多项的资料来源，如果资讯都是来自于同属一家公司或机构的多个管道，那么这些管道也就等同于一个管道。一种说法有多个出处，就并不代表这种说法一定可靠。我们必须探究这些出处是否有某种关联或动机，再决定相信。有位西洋棋大师在教导学生的时候，都要他们自行思考三个问题：棋盘上位置最差的棋子是哪一个？弱点在哪里？我的对手打算怎么样？思考完这些问题，几乎都可以想出一步好棋。而我们在追求效率做决定之前，就必须多问几个问题，避免受骗。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庞氏骗局，是一名叫做马多夫的人经营的避险基金，多年来一共吸收了200亿美元的存款，却从来没有为客户进行真正的投资交易。那到底又是如何做到经营多年呢？1970年代，当时整体市场的报酬率最高是正 37%， 最低是负 25%。 他告诉投资人每年的报酬率是 7-14%， 如此稳定的报酬率让投资人不必烦恼不确定性。虽然报酬率有时候会下跌，但幅度微小到几乎让人无法察觉。然而正是因为这样稳定一致的报酬率，最终才被揭穿。而类似的骗局之所以很多，原因除了大部分的人不喜欢风险与亏损之外，也因为我们天性就是讨厌随机性。但是要知道，真实的世界就是充满随机性。棒球队不会每一场比赛得分都相同，股价也都有可能剧烈波动。我们应该要知道随机性才是正常现象，也应该将没有随机性当成一种警讯。有时候去想一想随机性在哪里，就会觉得太过一致的表现有可疑之处。本书的作者曾经在网络上和一位对手进行西洋棋的对弈，他发现该名选手在整盘棋局内下一步棋的时间都在5秒至12秒内，如此的一致性让作者合理怀疑该名选手用手机程式下棋，最终又检举他，后来也不见该名选手上线。由上述所知，我们若不想被骗，就要把随机性当成好事，而我们自己也必须刻意的去寻找一致性。
因为从上述的下棋案例当中，也有人觉得只是对方走棋比较快而已，并不会想太多。不过如果一致性出现久了，我们就衍生出一种熟悉感，比如说麦当劳的餐点到哪里味道都一样，熟悉感代表曾经接触过，可以信任，但熟悉感却可能沦为诈骗的手段。有一个实验研究选民对于两位虚构候选人的偏好，一位名叫麦克威廉斯，另一位名叫班格雷芬，其中威廉斯是比较常见的姓氏。结果1/3的实验对象在没有额外资讯的情况下都投给了威廉斯，也就是说熟悉的名字是具有优势。然而研究人员发现，只要让格雷芬的名字多次短暂出现在荧幕上，时间短暂到连实验对象都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看见，就会创造出熟悉感，威廉斯这个名字一开始的优势就没有了。心理学家表示，我们凭借直觉来判断事物，很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不确定就选择你认得的。记得小时候做选择题好像也是这样。串流平台 Netflix 也曾经模仿《今日美国报》平常的头版，加上极可乱真的标题来宣传奇幻影集《鹿角男孩》，为的就是增加熟悉度，而熟悉感就会渐渐演变成信任。所以顶尖的电视台新闻主持人每年会有超高的收入，就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品牌可以吸引固定的观众。就如同有一位作家写得好，62400次重复就会制造出一个真相。简单说，听见或看到一项陈述一次，往后如果再遇到，无论陈述内容的正确与否，我们都有可能相信是真的。在一个著名的协议检测机诈骗案，该主谋公司就将自己的董事会塞满了退休军方将领，还有内阁部长以及政治人物，为的就是吸引投资人觉得安心。而钓鱼网站模仿熟悉品牌的网站，也就是利用这样的手法。要避免上当这类诈骗手法，就要自问为什么觉得熟悉。如果觉得很好，却又说不出来好在哪里，那么我们判断也许就只是来自于熟悉度而已。我们如果听见一项精准的陈述，尤其是符合自己预期与信念的陈述，通常就会放弃批判性思考的能力。精准是骗子常用的利器，因为我们经常认为精准就代表真实。有些科学主张其实明明没有根据，有的人还是会直接认同这样的说法，也有可能是因为有精确的百分比就会显得很具体。例如人只使用 10% 的大脑， 80% 的沟通都是非语文的。有一项分析美国佛州有超过16000笔住宅销售记录的资料当中，发现开价比较精确的住宅，最终的成交价也会比较高。精确会给人一种溢价空间不大的感觉，所以高明的诈骗都很清楚，要让有说服力的说法继续下去，就是要有精确的细节。前面提到的马多夫就懂得为他的避险基金伪造对账单和交易记录，很多被马多夫诈骗的受害者每个月就是看看对账单，看见精确的数字就以为没问题了。另外在2005年发表了一份关键正面情绪比率的论文当中，表示正面情绪经验和负面情绪经验比例超过 2.9013 的人表现较佳。先姑且不论这是什么论文，但听到这里就要存疑两件事。第一，就是人类的经验可以量化吗？第二，为什么 2.9013 可以如此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的数字？想当然，这份论文最终被撤回了。我们常看到单一的金额或百分比时，不会自动与其他的数据做比较，这样的行为就比较会被骗子利用。比如专家说看荧幕的时间增加就会减少快乐，我们可能就会因此减少看荧幕的时间。但如果我们知道看荧幕的时间和快乐的关联不大，那我们可能就不会在意看荧幕的时间会不会增加。蝴蝶效应指的就是小小的改动会对未来造成大大的影响。日常生活中类似的话其实很多，像是过去风靡一时的大脑训练课程，宣称使用的次数不用多就会有广泛的效果，并且延缓头脑的老化，当然事后也证明是毫无功效。反倒像是这样小小抗生素的发明，拯救无数性命的事件，其实相当的稀少，没那么多蝴蝶效应。几年前有一本书叫做《快思慢想》，在书中有介绍到，该书的作者康纳曼有做一些实验，证明了细微到难以察觉的力量会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其中的一项实验就是让一群大学生读完一些与高龄相关的词后，离开实验室走到电梯，研究人员就暗中测量人在思考与高龄相关的字词时会不会受到触发，像老人一样慢慢走路。结果发现受到触发的学生果然平均多花一秒到达电梯。这项实验成果引发不少瞩目，不禁让人反思一个人真的有自我决策的能力吗？然而接下来的6年，康纳曼的许多研究都被认为无法复制。最终康纳曼也坦诚自己误信了研究成果的强大效果，科学确实有能够大大造福人类的工具和疗法，但举凡活字印刷或网际网络之类的突破，也只是一个世代才会发生一次的大事。也就是说，任何的产品和过程宣称有强大到不合理的效果，那么我们就要有所警觉。好了，本书差不多到这里要有个结尾了。
其实清茶看完这本书，真的有一种草木皆兵，整个怀疑论上升的感觉。但本书的结尾其实并不是要一个人一生都不被骗，因为那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是我们必须去平衡预防诈骗所需付出的成本与被诈骗的损失是否不成比例。举例来说，有些商家为了防范顾客顺手牵羊，就将所有的商品上锁，但这样做却疏远了很多顾客，反而损失了一大笔收入，得不偿失。而我们身为人，如果对周遭的一切都一直保持着怀疑，社会和团体就无法分工合作。幸好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不会经常遇到庞氏骗局的骗子，我们遇见大多数的人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即使受骗往往损失也是很轻微，但我们还是要避免总是先接受再查证的倾向，因为这样的一个倾向就是成为被骗的先决条件。我们经常也可以看到一些成功人士可以凭借着直觉看人，或是凭直觉迅速做出有把握的决策，然而书中说这种人就比较好骗。另外回到开场的问题，过往有一种诈骗手法，一封署名奈吉利亚亲王寄来的电子邮件，会希望你先汇一笔小钱，协助他取回他原有的财富才会分给你。这样的信件开头总是用一句诱人的话，例如我与你联系并非偶然，有点失意啊。但这样非常荒诞的邮件依然能够成功诈骗，其实对骗子来说，正是如此容易看出是诈骗的信件，才会帮助他们筛选最好诈骗的人。要知道诈骗犯寄电子邮件根本不需要任何成本，但后续引诱受害者上钩可就要付出不少成本，有时需要花到6个月的时间，受害者才会愿意汇钱给他们。所以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信件然后不去理会，这正是诈骗犯所希望的，不要浪费他宝贵的时间。不过在书中有建议一种做法，假装回复诈骗信件，但一定不要汇钱。那么越来越多的诈骗犯就会发现互动后的平均报酬率越来越低，继续诈骗的诱因就会越来越少。当然啦，前提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最后清茶想说，这本书引用大量的案例做说明，非常棒。有些的部分甚至提供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诈骗，常常会有一些启发，但可惜的是呢，翻译真的不给力，而且里面又有许多的知识盲区，不然这本书蛮可惜的，应该可以上排行榜。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